我要教大家唱我们的新歌了。对，我们一向秉持着跟大家一起现场活动欢乐互动的气氛，所以我们在这首歌设计了一个桥段。对，那目前就由我贝老师来教导大家如何来演唱这首歌曲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各位同学们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接下来这首歌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唱好吗？好。那就来喽。对，你没有叫大家等一下要 follow me， 你知道吗？啊，对啊，不好意思，对，我还没跟你们说要唱什么。很简单，好，这首歌，因为我们想跟大家一起带动唱，对。但是我们顾虑到哦，我们程度参差不齐，所以我们设计一个非常简单的桥段。对，因为我们都非常喜欢干什么？好，你快点就对了。好，非常简单，只要大家一起跟我，不是跟我，跟他，洛哥，我们变胖，我的背手，洛哥，好，快来，洛哥。Yes， 洛哥 ，Thank you， 洛哥 ，OK， 好，快来，好，跟着洛哥一起干嘛 ？Sit you，Sit you， 好，是不是很简单？两个 Sit you， 来，你们先跟我念一遍，一二三 ，Sit you， 对 ，Sit you，Sit you，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喝酒喝酒的意思。那我们来试一次好不好？对，好。各位小朋友跟着Ben哥哥手指一起来试一次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来了。我们大家左手来个喝酒，我们女女不够爱不够，三九三九，简单吧，简单吧。All the song， 整首歌表情一定要狰狞，整首歌你只要十九，对，而且配合表情，对，好不好？三九三九，对，你不可以让十九十九，对，你知道没有配合这个气势，对。对 ，Bad job。OK， 好，会哦。BJ， 我们大家来一次试试看看哦。来，来一次。我们大家坐坐来喝酒，我们女女的我还不够。你唱得好。就是这样子。可是一个醒来还是得走，等明天别啰嗦，再把他小背头揉揉，再把他揉揉，这才是家的家的样子。每次的风雷，我们看着笑着难过的那就过了，最后还是要自己走。每天生活吃到的苦头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。上班上课想找个口头，可是一个心爱还是得走。人们间别啰嗦，再把那少爷都没有用，算了吧，别闷了，这就是咱们一个烦恼的样子。可我不会总是一直自卑，我们看着笑着难过的那个人，最后还是要自己面对。我还不够，我一个人过了
手一手一手，轻轻放下就走了。